看妈妈，嗯，你这鞋能走路吗？能呀。我看看，我看看你的鞋，拍一下吧，泥巴拉回来。大家好，我是妍妍。今天小雨把自己的鞋弄得很脏，需要自己清洗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它能清洗干净吗？嗯。大家把黄色的打洗了。嗯。哇，好难干哦！嗯，是白白的。啊，这只刷完了，又刷下一只啊。妈妈。嘿。这么小。这么小的。妈妈。嗯。这样子不应该泥土吗？嗯。对，踩了泥土一鞋子，还要刷鞋，对不对？好啊，嗯，而且你一人一只吧，嗯，很棒哦，你都可以自己刷鞋了，超级厉害的。哥哥的鞋的，你哥哥鞋的啊，嗯，哥哥也这么厉害吗？就是。你还不难吗？不难。嗯，你干嘛呀？冲那泥呀。你在把泥土冲掉吗？嗯，我手上也有泥土啊。嗯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也要洗一下。嗯。现在我洗好了，还要加上水。哎呀，你好了，妈妈帮我下来。脚干净了哦，舒服吗？洗完鞋舒服吗？舒服呀。对，下次还踩不踩泥土？不踩了哈。